又是帮了我们的老郎中离开后，我们就住在这儿。屋里冬暖夏凉，平日有鸟语虫鸣相伴，舒适的很。不过当时走得急，李军又来搜过。现在看来不算太舒适。红姐姐，我们家就是这样，除了四面墙壁，还有满地的杂物呢。 先替大王解开术法，之后再来好好整理家里吧。嗯，好。天下 K， 铁布！啊！吉鹏大王，小鬼儿，啊！你这不中用的东西，怎么没有出手阻止大小姐呢？若能再让本大王多劝几句，大小姐说不定也会回心转意。要不是你们不成才，大小姐也不会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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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丫头，新的身体可还习惯？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多亏了夫人。是吗？真不愧是大小姐。吉鹏大王，关于夫人的事情，我想向您请教。回夺王国之前，再跟小鬼们聊聊也好。本大王也想再看看大小姐走过的地方。走吧。 天下，大王，乔哥村的后山也有剑气和黑火的痕迹。 我的老主人蜀桑子，精善炼化之道，能够轻松驾驭黑火。黑火能量无穷，妥善运用的话，甚至能创造天地万物。他凭借着黑火与上古神器炼妖狐，炼化出了大小姐视如己出。因此，大小姐体内才存在着黑火之力，使她青春永驻。 能使用轩辕剑也是拜其所赐，这就是夫人所说的非死亦非生。啊，长生不老理当是被众人心羡之事，黑火却也是带给他痛苦的源头。
夫人应当也到过商山，我在商契听过关于她的传闻。啊，可能是希望小白的后人助他一臂之力吧。但夫人抵达时，大寨恐怕已经被毁。要不，商墨中古墨者的典籍，说不准能够帮上忙。啊，大小姐肯定也没料到此事。走吧，咱们到商山去。
吉鹏大王，记得你说过，夫人也曾是墨家巨子。是啊，也是百年前的事儿了。他特别疼爱水镜、季良两个小辈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。本大王对他们更是倾囊相授。大小姐卸下巨子身份后，小辈们还是十分敬佩。哪有声音？有状况！哪有声音？小姐体内的黑火本该是相当稳定的，只是她当年遭恶人劫持，黑火受紫金石影响，失控化作黑火龙。纵使本大王和小辈们联手击倒黑火龙，带来的伤害却永远留下。要想断绝妖魔，只能毁灭黑火。但若如此，大小姐定会神形俱灭。夫人肯定是不希望大王见到，才将你关进机关屋里。啊，现在想来，大小姐大概早在那时就下定决心了。我们到过的地方，以风林村的情况最为严重。小姐到那时，或许已经无力与妖魔战斗。黑火的余焰，轻则造成污染，重则带来妖魔肆虐。污染也无法单凭外力消除，得花上数百年恢复。莫非，鹿林山的瘟疫也是受黑火妖魔影响？或许是吧。
就看过黑火妖魔，为了避免破坏邪律，大小姐才以天书带走他们。本大王担心大小姐，便和她同行，直到被关进机关屋里。在天书世界里，大王也提过邪律之事。这些地方都是透过邪律创造，也使人神妖魔得以共存。若是邪律遭到破坏，很可能会造成世界崩塌。那些黑火妖魔，夫人一路上都是独立对抗。要是能发挥轩辕剑的威力，确实无需担心。但大小姐日益虚弱，怕是除掉一只算一只了。每逢黑火失控，大小姐会将妖魔引到无人之处，就像是鲁班遗迹吗？哎，小丫头说的对。不过大小姐是最后才到鲁班遗迹的，那儿荒废多年，若要逼出黑火，会是最好的地方。
星耀。别看我。状况。